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想要一座可拎包入住的小岛，那么本期分享的这座伯利兹已开发岛屿 Jewel Caye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Jewel Caye 坐落于伯利兹壮丽的考克尼山脉中心，距离西地河河口和霍普金斯村仅 6.5 英里，乘船约20分钟即可抵达。该岛占地超过2英亩，海拔超过6英尺，共有8座建筑，包括2座超过2000平方英尺的主住宅和2座超过1120平方英尺的复式住宅。主住宅位于岛的北部和南部，设有宽敞的阳台、阁楼和现代化的厨房。复式公寓配备有阁楼、小厨房和浴室。此外，岛上还有额外的船员宿舍，可在需要时转变为客房使用。岛上6英尺宽、长达120英尺的码头延伸到近3000平方英尺的甲板上，成为一个露天俱乐部。这个中央聚会空间可容纳多达40位客人，供其用餐、社交或简单放松。此外，俱乐部中心的玻璃地板提供了海洋生物的鸟瞰图，多个甲板提供日光浴、游泳以及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机会。Jewel Caye 采用最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满足电力需求，并备有一台18千瓦的发电机。岛上的天然水收集系统从屋顶收集雨水，并将其储存在550加仑的蓄水池中。卫星电视和 WiFi 也已配置完成。该岛可单独购买，也可与位于大陆的 Jewel Landing 一同购买。Jewel Landing 是一座宽敞的2层住宅，拥有3间卧室、2间浴室、1间设备齐全的厨房、1个用餐区和1个露台，非常适合住家员工。此外，储藏区存放着一艘34英尺长的波士顿捕鲸船和一艘20英尺长的小艇，附属的封闭式车库还有2辆车。附近的霍普金斯村被称为该国的文化之都，吸引游客体验当地加里夫纳人的舞蹈、音乐和美食。虽然 Jewel Caye 目前是私人度假胜地，但其与 Jewel Landing 的组合可充分利用其在美洲最佳钓鱼、潜水和户外探险地区之一的地理位置，迅速转变为商业冒险的理想选择。 Jewel Caye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售价400万美元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